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97页第三行课题，看起啊，会超彼岸。请看经文，智慧广大深如海，内心清净觉尘劳，超过无边卧趣门，俗道菩提究竟安，无明贪嗔皆永无，或尽过往三昧力。经文有六句，请看念老的注解。此下六句就是刚才念的，求自觉之德。前面四句偈求法音宣流，这个六句求的是智慧如海，一直到究竟彼岸。啊，这个意义很深。这是真正发大菩提心啊，能不能求到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为什么？自信本自具足，不是外来的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世尊给我们透的信息太好了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，这范围包得广啊，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，动物众缘和合的，植物也是众缘和合的，矿物也是众缘和合，没有一种现象不是众缘和合的，所以叫众生啊。一切众生
包括全宇宙啊，一切万法，就像六祖所说的，觉悟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个什么？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就是明白这个，这桩事情。那这桩事情说明了，就是万法一体，智慧是一体本自具足，啊，德能也是本自具足，相好亦复如是，没有一样不是本自具足，所以不要用外求，向内求。啊，自信智慧，本自具足啊，深如海啊，广大如海，深如海，大没有边际，啊，深没有底呀，这是自信。所以学佛最重要的，明心见性，功德就圆满了，真圆满了。啊，出世间法圆满了，世间法也圆满了，真正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宗教里头用这两句话赞美上帝，赞美神。佛法这两句话是赞叹自信，自信本来具足。啊，所以一切众生只要觉悟，只要回头，只要坚信，一切都圆满了。啊，诸佛菩萨回归自性，菩萨声闻还在半路，还没到家，凡夫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茫然不觉，迷在六道啊，诸佛赞叹这个感叹的六道众生迷惑颠倒，不知觉悟，啊，哪一天觉悟，哪一天回头，他就离开六道了，不知道回头，那就苦海无边了。啊，回头是岸，人要回头，不能不回头，不回头就大错特错了。一回头就是究竟彼岸，啊，下面给我们解释经上讲的智慧，就是般若。大智度论上说，凡愚般若，情言智慧，
金刚经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。罗什大师在中国那个时候，他居住的地方是秦国啊，瑶琴啊，也叫后秦，前秦是福建。啊，所以称为秦也。啊，就是中国话，中国话叫智慧。一切诸智慧中最为第一，无上无比无等更无甚者。啊，所以我们中国智慧这个名词的含义跟梵文般若相近，没有梵文般若意思那么深那么广，所以用智慧翻出来之后啊，再加以注解，这个智慧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不是普通的智慧啊。所以说一切智慧当中它是第一，它是无上的，它是无比的，它是无等的，没有任何一个智慧跟它平等啊，所以没有超胜他的啊。加这么一段注解。又往生论注曰：般若者大如之慧名。这个意思比较深，大是通达，如是真如啊，真如就是自信。那么这个智慧的意思就是明心见性才能称为般若现前啊，没有明心见性没有般若啊。那么发大菩提心与般若相接近，大菩提心是求大般若智慧啊，所以说路子找到了，但是你还没有见到啊。这样的人叫三乘菩萨啊，包括声闻缘觉、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，别叫的啊，他们向着如，是如这条道路，但是还没有到达啊。到达就叫化身大士，一般叫成佛了。又《大乘一章》里面说：“真心体明，自心无暗，莫知为慧。”啊，《大乘一章》上说的，念老把经论里的种种讲法统统集在一起，让我们都看到。啊，所以我们展开经卷要用感恩的心、真诚心、恭敬心，这才能看得懂啊，才能体会到一些意思。心越真实，看得越清楚，越明白越深入
啊，所以这个经文字字句句无量意，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相信了，也肯定它真的是无量意。啊，下面再解释般若的含义的名义。其意为真心本体明现，自性朗然，明心无暗，称之为慧。这个智慧凡夫没有，不但我们人间找不到，天上也找不到，28层天里头也没有啊！再去找十法界，十法界里头也没有啊！十法界里头有三贤菩萨，就是别教的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他们走的是般若这条路，没见到般若啊，路没错。啊，距离还很远，至少走到一半他才能见到一些。啊，三乘菩萨一半还没见到，还没做到。啊，走到一半的是谁呢？初地菩萨。别叫初地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可以说他达到一半了。往前面去步步高升。啊，对于般若的认知，一层比一层广大，深广无际也。一直到妙觉才真的究竟圆满啊，等觉还差一点啊，妙觉才真正圆满。真心本体这四个字就说明我们都有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，我们有，一切人有，畜生有，树木花草有，山河大地有，每一粒微尘都有。我们现在有一点概念，概念不是真的，听说的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量子力学家为我们所证明，我们有真心，我们有本体。啊，真心本体是一片光明，常即光。啊，常即光就是真心本体。光明遍照。照虚空法界，照一切万法，一切万法是一体，体就是这个光明遍照啊，这是体。是自性朗然，明心无暗，成就慧啊，常寂光是永恒的，常寂光里头没有生灭啊，它只有明，没有黑暗啊。黑暗是从哪来的？
是从迷来的，一念不觉迷了，迷了才产生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里头有明暗，为什么？他一念不觉，不觉就生无明，无明生暗。把本名变成无名，这个变不是真的变，啊，那我们可以说阿赖也是一自性，一本名而生起的不明无明，他跟自性是一体，他的性体就是自性，只是他里头有一念妄，这个妄什么动了，科学称之为波动的现象，啊，像弹琴的弦。弦定理定律，啊，这种说法很贴近，确实一念不绝，啊，一念不绝了，他不知道回头，那就变成念念不绝。这个念念不绝呢，就是阿赖耶。从阿赖耶变现出摩那意识、前五识，从识里面变现出物质现象。啊，这个物质现象就是六尘、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没有物质现象。啊，那么这些现象随着念头演变成一切万法，这是全宇宙的现象。我们迷在里头，不知道它全是假的。啊，佛对我们来说，它太伟大了，它对我们有大恩大德，是什么？它帮助我们回归到事实真相，见到事实真相就是见到，就是大彻大悟。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，就这个境界啊，真正见到了啊，怎么见到了？迷破了。换一句话说，那个波动意念现象啊，没有了，它不动了，回归自性本觉。自性本觉是不动的。啊，能大师说得好：“何其自性本无动摇。”这是我们的真心。那起心动念就动了，
起心动念是已经不但是动，已经是大波大浪了。啊，那么修行的功夫，这六句最后的一句是：惑是迷惑，迷惑尽了。过失就是阿赖耶里头无始界一直到今天所含藏的一切种子啊，善恶无极含藏这些种子，这些种子就是果。那么这些过失呢，我们讲业障啊，往就是消干净的，业障消干净怎么消的？三昧的力量，三昧就是禅定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如来的禅定。分别断掉了，不分别了，菩萨的禅定，三昧。不执着了，阿罗汉的禅定。这是最低的，与一切法不执着了，放下了。不但世间法要放下，佛法也得要放下。这个道理要懂。为什么？自性清净心地，哪里来的佛法？大乘经上比喻好啊，世间是病啊，因为有病才有药啊，如果没有病了，什么叫药？药就不存在了啊，没有病还执着有药，那你非病不可。啊，病好了，药就不要了，药就没有了。所以，它是因缘建立的，这个因缘就是因为有病，所以才有药，药来对治病。啊，病好了，药要不断，就变成病了。啊，病好了，药就不要了，这才叫康复，叫健康恢复。那么佛法是药，佛法怎么来的？因为世间法有毛病，这些病态出现了，佛用这些方法来治病，病治好了，药不能药，药就错了了啊！所以告诉你，法上饮食，何况非法啊！病好了，药都不要了啊！当然，病就不会发生了。啊，这才是真正健康啊！啊，世间法要放下，佛法也要放下。那我们在中途还没到目的地，阿罗汉是第一站，菩萨是第二站，佛是目的地。我们现在连第一个目的地都没达到，因此佛法要，世间法要舍，佛法要，佛法
84,000法门，无量法门。佛告诉我们，只能取一个。门路很多，你走只能走一条路，你不能走两条路。两条路即使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目标，还是险道，危险的道路，不如选择一个道路。一个道路是稳稳当当，你一定会走到。到达目的地的早晚，是你用功夫的勤惰，勇猛精进，速度就快。懈怠迟缓，你速度就慢。所以，佛法提倡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一条路走到底啊，能得三昧。三昧的功夫深了，自然开智慧。我们再看下文，精进于自觉愿中，受言智慧者，一开口就智慧广大深如海。以智慧最上古，又佛法大海，智慧能度故，用大海来比喻佛法。佛法真正觉悟的方法要智慧，如汉译曰：谭师谭诺，梵语翻成中国就是布施。谭是梵语，师是中国话。谭师这个名词，繁华合一。它的作用，调伏。一，调伏一。一是念头。什么念头？贪呢？烦恼里头，第一个严重的大病就是贪欲。今天世界混乱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贪欲的膨胀。达到了临界点，也就是达到了边际了。达到边际，它会爆炸，那就是灾难现前。用什么方法能解决呢？布施。布施能解决问题。
啊，我们看看中国对今天地球的贡献。啊，我们不谈文化上，我们就谈这个谈史。啊，在这一届领导人对于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小国家帮助他们建设，啊，习主席提倡的陆地上的丝绸之路，海上丝绸之路，啊，这是通达到欧洲啊，欧洲那一边的边界是英国啊，英伦三岛啊，我们摊开地图可以看到啊，西方的边界啊，这欧亚两大洲连在一起，这一条高速通道经过许许多多国家，中国帮助他们建飞机场，建港口啊，建这个高速铁路公路，这都是谈事，让许许多多国家都能得到现实的利益啊，帮他们富裕起来啊，啊，海上的港口啊，斯里兰卡是很重要的中心点，海上通路的中心点啊，我们在那看到的啊，中国对那边的贷款给他们建设啊，现代化的港口、机场啊，铁路、公路啊，所以布施真的很重要啊。下面解人精进啊，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这些大乘佛教有，中国传统文化里都有啊。戒是什么呢？戒是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、圣贤教育啊，特别是大臣与中国的儒学讲忍辱啊，讲精进呢、啊，啊，佛法讲禅定，讲智慧啊，如是三昧定。智慧为上罪啊，六个菩萨所修学的六门功课，最高的是智慧。智慧从哪来？从三昧来的。三昧就是禅定啊，三昧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是禅定。啊，智慧为最上。啊，智慧一定从禅定来的，禅定一定从戒忍来的。啊，由戒忍精进，就能够禅定现前。禅定现前起作用，就是智慧现前。
家乡的书说明无度为心，六度里前面无度是心啊，是行为，不能处理生死。这个无度不失持戒，忍辱精进，没有办法帮助你离开六道轮回。啊，前无度修得好，人天果报啊！啊，得定，定没有开会，这个定在哪里？四禅天，四空天，他往生到这去了。啊，要会才能处理，为什么？有智慧肯放下。四禅八定这些人，他不肯放下禅定，禅定里面的受用、享受、乐、禅悦，那个悦是喜悦，他放不下，他就不能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要把这个都统统舍掉，这就是般若波罗蜜。为什么？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”六道有为法。四圣法界也是有为法，你不能把六道放下，你就出不去，放下就出去了，出去到哪里？到四圣法界，圣法界上面四法界啊，天上面有声闻，有缘觉，有菩萨，有佛，上面还有四层啊，这合起来叫十法界啊，必须见思烦恼断尽了，就全放下了。总的来说，佛经上把它归为十大类，前五类叫见惑，就是你的见解错误了，看错了；后面五大类，你的思想，你想错了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见惑里面神解。执着身是自己，边界，边界是对立的。今天讲相对的，有长必有短，长短对立，大小对立，善恶对立，正妄对立。啊，你是生在这个环境里头，这是错误啊！宇宙是一法，一法就没有对立，有对立二法，
所以要觉悟。真正觉悟之后呢，他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了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，他一生对人、对事、对物没有对立，平等的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为什么？边界放下了，成见放下了，一切没有自己的意思，没有自己的主张，没有自己的想法看法，都没有，所以才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对人对事对物，无论善缘恶缘，顺境逆境，皆大欢喜。要问为什么？因为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真的抓到了，假的随喜，多自在啊！真的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他就抓这一个，非常简单，非常容易。真正抓到了是什么现象？念念相续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头念念相续，从早到晚，从晚到早，这一句佛号没有丢失，这念佛功夫成就了。这个时候叫功夫成片。一天到晚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好啊！这个时候功夫到了这个程度，烦恼并没有断呢，只是功夫得力，把烦恼控制住了，压下去了。如果烦恼断了呢，那地位高了，那就是离一心不乱，四一心不乱，见思烦恼断了，断了就证阿罗汉果。断了的时候，六种神通都现前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、神足、漏尽得受用。再往上提升，离一心不乱，离一心不乱，设法界没有了，不但出离了六道，还出离十法界，净土法门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圆满地透过三观，达到最高的境界，一次完成。这个法门无比殊胜，不可思议，一定要成就啊！不成就的就冤枉了。修行在哪里修？生活上修，穿衣吃饭，特别是人事上修，
顺境逆境。顺境学不生贪念啊，为什么？有念头起来，立刻观照到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是真的。啊，或者用弥勒菩萨跟世尊对话，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啊，所有的现象，弥勒菩萨告诉我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心皆有实。讲得清楚啊，这讲是所有的现象。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万法所生的这些现象，假象，没有一个真相。连诸佛法界都包含在其中。都不是真的啊！十报图里面的境界，虽然没有生灭，它有隐现，有缘它现，没有缘它不现，没有了啊！是这么回事情，所以也不能当真啊！当真就错了。真的现象是什么？是常寂光。就是一片光明，光明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啊，真的像我们的屏幕，我们屏幕没打开，打开了，屏幕打开了，没有暗频道，这一片光明就是常寂光。啊，我们一暗频道呢，就是设法界。啊，设法界是生灭的，有生有灭。啊，光明一片光明，光明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看不到生灭现象。啊，它有隐现。啊，有缘的时候你看到一片光明，没有缘的时候光明看不到。啊，常寂光谁看到？明心见性的菩萨就看到了。看到怎么样进不去啊？为什么进不去？无始无明虽然断掉了，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干净，所以无始无明习气唯一就是障碍，你不能契入常寂光。常寂光在你面前，你进不去。必须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自自然然融入常寂光，一阵法界没有了啊！所以一阵法界没有生灭的现象，它有隐现啊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成佛了。你问他，你是不是成佛了？他要说我成佛了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他还着相。啊，真成佛了，不着相就成佛了，着相还是菩萨。
越往上面去，妄想分别执着越淡薄，越往下面越浓厚，坚固的执着，丝毫的不肯放松的，那是什么？地狱境界，在我们人间就能看到啊！你冷静自己，回光返照，看看自己是在哪一道？从执着上可以看到，严重的执着，死也不肯放下的地狱道。比地狱轻一点的是恶鬼道。再轻一点是畜生道。还要轻一点的才能到人道。执着的毒害太深了。要放下，因为它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人都知道有生有死，也都知道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要是真正明白，你就不会执着了。你自然会放下，放下就得自在。这一生人生当中过得非常幸福，非常充实，非常圆满。何乐而不为之？对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都是缘分。有缘能够利益众生的，帮助众生觉悟的，这个事情好事多做。没有缘分，不要攀缘，不要去找事做。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：多事不如少事，少事不如无事。神仙菩萨住在山洞里头，没有缘分他绝不接触。他那种享受是禅定定中的享受。禅悦为师，这里头有乐，有享受啊！躁动的享受是六道众生享受，禅定的生活是修行人的享受，比躁动那个享受好的太多了，无法形容啊！你不能放下躁动，你没有办法享受这种的乐趣。菩萨慈悲，救苦救难。他一切的作为，身口意的造作，都不放在心上。心上是什么？是戒定慧。戒定慧里的有乐，叫法喜充满。
啊，戒是什么？清净心。定是什么？平等心。慧是什么？觉而不迷。就是我们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。那他享受什么？经体上半段讲的，你看大乘，大乘是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法喜充满了。啊，无量寿是福报，圆满的福报。福报里面第一个福报是寿命，如果没有寿命，再有福报也没办法享，你无法享受，所以寿命是福报里头的第一德啊，你有寿命你才能享受。啊，智慧福德了，下面是庄严，庄严是自在呀。得大自在呀。啊，无比的殊胜庄严。经体里头，上半段是苦，下半段是因。啊，你要想得到这个果报，智慧、禅定、福报，啊，那你就要修。清净平等觉用什么方法？最简单最容易，人人都能修的，人人都能成就的，就是信愿念佛，你就能得到。啊，信愿心这三个字都不简单，要真心，真心的人不多了，啊，身体不好，赶快去找医生，相信医生能治得我了的病，佛不信，这就对佛不相信了。要真相信呢，还能找别人吗？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个表演，表法你看懂了没有？啊，你看他十八岁，一身上生疮，皮肤没有一块地方是好的，现在都会老了还有疮疤在，啊，什么医药都医不好，啊，他妈妈叫他找医生，找药，医不好。最后他就悟了，他说良药不能医治冤业病啊，那怎么办？心经上讲得好啊，观音菩萨救苦救难，那多一切苦啊，我现在有苦有难了，专念观音菩萨，念了一两个月，病完全好了。啊，这个表演给我们的信心呢，我们真信佛，
就不要信这些医药，可不可以？今天量子力学家给我们做证明，就是用意念啊，以心控物。我们的身体是物质，我们的念头就是心，念头可以控制物质。那么生病是不好的念头，让我们身体的细胞带了病毒啊，怎么办？把念头转变过来，用最好的念头，美国布兰修兰博士给我们说明啊，最严重的癌细胞一天做法，就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啊，每一天做法半个小时，一个月变化就发生了啊，一天半个小时，这半个小时放下外面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把精神集中啊，这三十分钟里头，他是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，病人的病就是自己的病啊，对着这个病毒的细胞念头集中起来，就是一个 念头，四句口诀，啊，对不起，你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一体，啊，我对不起你，不小心让你带着病毒，对不起，请原谅，啊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这四句，就念这四句，12个字念四句，念半个小时，啊，每一天做半个小时，一个月，带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，啊，再去检查并没有了，啊，多少医院里面宣布死亡，说他这个病没有办法治，放弃了，找他，他都能够把人家解决救活。啊，再到医院检查，病毒细胞没有了，身体完全恢复健康。啊，而且治病跟病人不要见面，病人在美国，他在香港可以给他治病，啊，不需要见面，他只需要四样东西。第一个姓名，这个病人的名字，出生年月日，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，现在住址，病历，就要这四样东西，这么简单。啊，他到我这儿访问，我首先就问他，你治病根据什么原理？他告诉我，清净心，自己的心要清净，自己心不清净不行。那怎么清净呢？就放下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，统统放下，然后善的念头也放下，
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我们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心，他用这个。清净心是我们修净土里面第一个，第一初级的成就。平等心是中等的成就，觉是高等的成就。你看，只要用小乘清净心，就能救世间一切病患灾难了，救行了。我们得有信心，没有信心不行。治病先治自己，把病人观成自己一体，救自己。自己得度了，别人也救了，一举两得。念力的秘密，念力的能量，广大没有边际，这是新兴的科学，最近二三十年，发现的。现在年轻人研究这个东西很多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10年顶多20年，这个新兴的科学观念起来了，代替过去那些观念。过去的观念是以物理为中心，这个心理它不用物理，它是心理。用心理做研究的中心，研究一个课题，疑心控物，就是用我们念头来控制一切物质现象，小到个人，个人的身体，大到宇宙，用整个宇宙，这些星系星球都是物质现象，这物质现象念头可以控制，完全用心理。这个发现是科学重大的发现，能把我们人类的思想生活完全改变了。以前都是以物质为中心，这一改变是以念头为中心，自己完全可以控制自己，可以控制自己变现出来的宇宙，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能生万法就是创造宇宙，进一步的时候人能够控制宇宙，这是什么？佛菩萨大乘经上说的，化身菩萨能把星球放在手掌心里，当玩具一样的玩耍的，星球里面众生没有感觉，
佛经里面这个不是比喻，通过科学家的研究报告，将来科学家会承认这是事实真相。所以佛菩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，啊，他们的神通妙用不可思议，啊，神通妙用跟性德完全相应，最健康的，啊，要是与欲望妄想为指导原则，那宇宙就大乱，那就变成重大的灾害啊！这个灾害就是宇宙的大爆炸。啊，宇宙大爆炸真有啊，那也不过就一小撮人观念错误啊，自私自利，明文利养，没有伦理道德，不相信因果啊，这个爆炸是一个星系，是一个星团啊，也可能是几个星系，但这个在太空当中，太空太大了啊，看不出来，太空局部里的这问题啊，我们在佛法里头可以体会到大爆炸的原因，大爆炸的形象状况，能够体会到一些啊，这就是一切法有心相生的，一切法随着心相在变化，我们每个念头一弹指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时啊，这一句话是基本的物质，最小的物质怎么产生啊，整个宇宙都是这些小物质的一合相，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合相啊，基本东西物质是一个，这一个里头是精神跟物质不能分开的啊，是精神同质啊，精神什么？受想行识，物质是色啊，色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能生，色是所生啊。我们明白了，控制自己的念头，与自心相应的念头发生正能量是好的啊。那么在中国典籍里头就是无论看父子亲爱这正能量啊，这是从自信里头没有的，自信的光辉不是哪个人创造的，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啊，是自信本有的啊。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别是不同的人物
在上古，人类是以母系为中心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自然现象，这是性德的流露。现在我们仔细观察，动物里头还是母系的社会，那这小动物知道它母亲，不知道它父亲。啊，人之至尊到底是男是女？你要搞清楚了，女是主人，男是宾客。啊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教女比较男孩严格，啊，教女也比较男孩子重视。为什么？有贤女就会有贤人出世，是圣女就会有圣子出世。啊，不但你这一家的人幸福，一国人幸福，天下人都得到福报。啊，现在人争男女平等，简直叫胡闹啊！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！啊，建大功立大业，不必要自己，叫自己儿女去完成，这多好！啊，曹操没做皇帝，意思是让他儿子做皇帝。啊，圣贤书不能不读，读圣贤书要开悟，开悟之后你才能明白这些道理，你才能把它搞清楚。啊，智慧是上啊，那么加强梳理的这句话，五度是心，是行为，不能出离生死，就是不能出轮回，要须智慧，大解本源，大是通达，解是了解。啊，本源就是自信，真把它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理能过处啊，方能过处。啊，过是超过，处是处理，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。古人最上，啊，智慧最上，啊，真看破了，啊，菩萨六波罗蜜前面五个是放下，最后一个是看破。又从上引大乘一章，可见智慧也就是真心体面。自心无暗啊，你要用真心，真心的体明就是觉悟，啊，自心没有黑暗，自心是放光的，自心是无所不知的，啊，说了自心，
慧能大师说五个，这五个就圆满了。第一个是清净，第二个是不生不灭，第三个是本自具足，就是什么？他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，全是本有的。无量智慧，无量才艺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是真无量，不是假无量。而且每个人都平等，一切众生个个不无，人人皆有，所以用不着羡慕。也用不着嫉妒障碍，每个人都有，平等的嘛。本无动摇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你要想把真心找回来，你要不动不摇，摇晃。摇晃是小动，这个动是大的动。在哪里学习呢？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这叫修行。我们眼见色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没有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就是摇动。所以真正修定在哪里修啊？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修。眼见色，看得清楚，耳闻声，听得明白，没有起心动念。别人不问不知道，别人一问什么都知道。所以佛讲经，经从哪里来的？是自信本有的，自然流出来的。佛没有通过想象，没有通过思维，也没有说我都看看回来再跟你讲，没有。自信里头一样都不缺，幕后的作用能生万法，能生万法就是变现整个宇宙。这宇宙从哪来的？自信变现的。自信能生能现，万法所生所现，不是神造的。从这个地方就晓得，佛教是无神论，不承认一切万法是神造的。是从哪来的？自信能生。谁的自信？自己的自信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的世界不一样。我们跟这么多人在一起，有别业，有共业。共业是相同的，别业是各个人不一样。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，聪明才智不一样，一生的际遇不一样，富贵贫贱不一样，寿命长短不一样，别业。别业共业都是自己生的。那么学菩萨道的人，把别这个别业放下，修共业。别业是为自己，共业是为众生。应该像佛菩萨，起心动念都为一切众生着想。
一切众生没有成佛都苦，就是说他没有搞清楚，没搞明白，他在迷惑颠倒，迷惑只有前身不一样啊。总而言之都有苦啊，所以佛要发心度什么？上面度等觉菩萨，度十地菩萨，下面度地狱众生，全都啊，只要有缘，就是有机会啊，机会里最重要的，他肯学，他听话，那就得要帮忙他，不帮忙他就对不起他啊。他要不相信，他不肯听你的，这缘没成熟，不必去找他啊，找他反而造成障碍，他起反感啊。所以度众生的方法和和和和啊，他是什么样根性，什么样程度，喜欢哪一方面的，恒顺众生，他喜欢听啊，他喜欢见到，喜欢学习，这就好啊。所以佛是无量法门啊，不止八万四千啊。啊，无量法门来应众生的无量的根性，让众生个个都能得度。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啊，不应该勉强啊。志同道合可以在一起建立一个小的僧团啊，这个团体小团体就是社会上各种小团体的榜样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小团体里头讲求六合，从六合里面可以看到这里头的伦理道德啊，因果神仙教育都在这个里头可以看到，都在这个小团里头可以学到。这个小团体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人类做出了最大的贡献，这叫行菩萨道啊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你做这个图什么？什么也不图，没事与信德完全相应啊。所以佛教的大乘僧团自信流露啊，啊，没有丝毫为自己，成佛也是为普度众普度众生，不是为自己啊。对于拿切身感受来说，我们从负面的来讲，对我们误会的人啊，对那些诽谤我们的人、障碍我们的人、陷害我们的人，我们晓得他跟我们是一体啊，
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迷了自性，迷失了诸法实相，完全是为自己自私自利。啊，所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他不知道。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楚。我们所表的，这佛家讲表法了，与性的完全相应，圆满相应。啊，那么这些人所造所为的，与自性是完全相违背，果报都在三途地狱，人间寿命很短的，死了以后怎么办？多可怜呐！啊，所以我们看到真正可怜悯者，他都在卧道，我们还要到卧道去救他。啊，为什么跟我有缘？啊，欢喜我的人有缘，怨恨我的人也有缘。只要是有缘，我们就要度他。啊，也就是跟我们有关系，不论这关系是善是恶的，我们用平等心对待他。啊，因为他是在讲，他也在帮助我。我们刚才说过，修行在哪里？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修啊，顺境、善缘、修不谈。啊，逆境恶缘修不成慧。与一切众生相处，决定没有我言我行，啊，决定没有嫉妒障碍。啊，一切成就奉献给众生，自己不鞠躬啊。释迦牟尼佛做出最好的典型，啊，一生勤劳教学，连道场都没有。他有没有能力建道场？有啊，太容易了。为什么不建？到现在我们才恍然大悟。啊，为什么？富丽堂皇的道场，多少人呢想夺取它？啊，他出家不是真正出家的，他是为名闻利养出家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出来了，不见道场。啊，这些学生们没有好证的。啊，但是有这个缘分，佛也接受。你看，像奇树结孤独园、住林金舍，都是皇家的别墅。园林啊，请他老人家去讲经教学，哎，他也很欢喜。啊，有时候在那住个一年两年，啊，三年五载。啊，别的地方邀请，别的地方去了，还个主人，那就是借用。好啊，啊，借用，产业有主，大家就不争了。
啊，如果是佛的，佛的徒众这么多，佛要圆寂之后呢，大家就要争夺了。这一争夺，法全破完了。啊，还有为争妙禅去打官司，上法庭，这成什么话了？这把佛教的形象破干净了。释迦牟尼佛讲了一辈子，这些学生出现了。啊，几天把佛的形象全都毁去了。啊，佛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，所以做得很彻底，一生没有道场。啊，一生过着流浪生活。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。啊，每一天讲经，快乐无比。这是真实智慧，真实的福德了。我们要能把它看懂。啊，要能体会的深刻。佛陀一生的心意值得我们学习，值得我们效法。佛教传到中国，那个时候道场是国家建立。啊，帝王建立道场，你看匾额上的赤剑，那是国家建立，所以叫十方道场。只要是出家人，真正受过戒的人，都可以到寺院庵堂挂单。那于这个地方修行，大众留了他，让他在这个地方讲经教学。这个例子在中国2000多年当中，大部分都做得很好。啊，佛教变成宗教。这个时间并不长，啊，大概就是200多年的时间吧。我想不到300年。啊，乾隆的时代，嘉庆的时代还是教育。啊，教学的高僧居士很多，留下来的著作非常丰富。啊，嘉庆以后，啊，道光、咸丰。同治、慈禧太后之政，渐渐变成了宗教了，以做经忏法会为主，啊，把教学研究淡化了。啊，让佛陀教育变成宗教了。
这很可惜。满清亡国之后，社会动乱，军阀割据，接着中日战争，这佛教衰了。摔到现在这个样子，来佛寺这三个人给我们做出在这个时代真正学佛的榜样。我们要特别重视，为什么？佛法是活的，任何时代你只要不违背佛所说的原理原则，善巧方便，你去修行，个个都能成就。其中最容易成就的就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，这三位大德为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信愿持名，真正能往生。阿弥陀佛所发的大愿，真是不虚。海贤老和尚跟阿弥陀佛见面多次，我们在广碟上看到自己说的，啊，好几次见到阿弥陀佛，请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，啊，佛告诉他，你修得不错，希望你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给学佛的人，给念佛的人做个好榜样。贤公能够活到112岁，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不拐弯。啊，他经历的功夫成片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，最后奉命表法。啊，到去年1月，表法功德圆满，佛带他走了。这个老人一生的修行才传出来，我们才知道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增长了我们的信心，坚定我们求生净土的愿心。我们只要把这句佛号念好，像他一样，一切时一切处绝不丢失，我们就成功了。啊，他能往生，我们各个人都能往生。啊，知道这桩事情，真是不虚。啊，我们看注解里的书，又从上言大乘仪仗可见，智慧就是真心体面，自性无碍，故知正当智慧深广如海时，其内心一必清净，
无恶无果，这个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，立钩立然，觉住成牢啊。故云内心清净，觉成牢也。如《心经》所说的“行深般若波罗蜜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”，这种修行的方法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穿衣吃饭，待人接物，啊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与一切人事物交往，无论是善缘恶缘，缘是人事环境啊，对好人对恶人，啊，除对人之外，对物、对事，啊，对一切万物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。修什么？最高的菩萨，修不起心。不懂你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这是智慧，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！虽看清楚，听明白了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是真心起用啊！真心起用就是佛跟法身菩萨，法身菩萨以下做不到，他会起心动念啊，所以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菩萨。菩萨虽然有起心动念，决定没有分别，不会分别这个好那个不好啊，没有这个念头，一切法平等。菩萨了啊，再次一等的阿罗汉，阿罗汉有分别，但是他不执着啊。六道凡夫见色闻声啊，鼻嗅香肠味全都有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起心，有动念，这全有就叫凡夫啊，全没有就成佛了，法身菩萨啊，大乘教里头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那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要学啊，学不动心的啊。这真正修行的是这个修行法啊！张家大师早年教我，看得破放得下，看破明了，不明了你不会放下，明白了你就放下。明白什么？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啊！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就度一切苦厄了。真的不是假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